莹莹，哎，你怎么来了？等你吃饭啊！秘书说你一直在开会。哦，对，我是刚散会，想吃什么？你猜我今天看到谁了？谁呀？小朵。谁？小朵啊，许小朵。哦哦，小朵啊。 你怎么突然见到他了？朋友之间见面啊，有什么为什么的？好久没见了，坐下来喝个咖啡，聊聊天，聊聊事业、感情、男人。看样子他现在过得还挺不错的呢，事业型的女强人。你没有他消息啊？我这么忙，哪有他的消息？听说他已经当上经理了。是吗？哎，对了，他代理的化妆品在咱们商场好像也有专柜呢。 是吗？品牌进厂不都需要你的签字吗？怎么会不知道？哦，这些事儿都有专人负责的。咱们商场得有几千个品牌了吧？我哪都记得清啊。来，喝点茶。听他说他还没结婚呢，我说要给他介绍个男朋友，他还不愿意。 你就别操别人的心了啊！想吃什么，走吧。我也是为了他好呀，看着他一个人，我心里也过意不去。对了，我跟他说我们两个就要结婚了，他听后好像还挺惊讶的，不会他还惦记着你呢吧？ 这叫什么呀？啊，人生何所有，海鲜配啤酒。嗯嗯嗯，好，来，好吃吧？那孩子们真的是累得够呛，我给你沾枕头就都着了。小孩都这样啊。他们今天肯定是高兴坏了啊！对，何止孩子高兴啊，妈才乐了一天呢，瞅这小吉他现在还提着呢。老大哥，改天咱也旋转木马呗，转呀转的多浪漫。那我看那就是浪费了，但不用去，俺都多大了，咱们回屋再来转。天天转。哎，嗯，哎，啊，我晚去。 哎，求喝多了，上厕所。啊，你们先吃啊。来吧，敬你一个。嗯，好好好，来来来，嫂子辛苦啊。哎，辛苦了，辛苦，大家辛苦。嗯，嗯，这你看啊，这家里哪哪都是笑声，这多好啊。嗯，啊，人说笑多它福才多。对对对对，这不咱家祖训吗？啊，笑多福多，家和万事兴啊。 家训什么时候改的呀？家训不一直是不准出轨吗？我不管家。嗯，好了，今儿不说这个。嗯，那哪能好啊？那吃什么那就只能舔。妈，放开那条腿，让我来。哎，这也对您来说难度系数9.9。你就乖。
哎，好，哎呀，心妍啊，说这个人呐，他不是圣贤，他哪能不犯错呢？是吧？嗯，对，好好，只要把难关渡过去，从现在开始好好生活，那日子就会越过越好。嗯，知道了吧？嗯，其实我们阿郎啊，他还是很不错的，妈，你看有几个男的。 马上就清醒了，啊，回到老婆孩子身边了。你已经很好的夫妻了。是，以后啊，不要拿这件事儿跟他吵架。啊，你上哪儿找那么好的老公去啊？他是挺好的，我也觉得他挺好的。可是外面的女的也觉得他好，要不怎么那么多女的喜欢他呢？你看看，这说什么呀？你就是嘴巴厉害，你这不能输一句啊。 哎呀，我看完了，最近是瘦多了，你给他做点好东西，啊，让他补一补，啊，哎，哎呀，妈，您也太偏心眼了，你光给他补啊？再说了，他是你，我哥是一个放过错误的人，是吧？你们还对他跟皇上一样，那让您嫁给你做去，那他呀，让他把爸掐，你看看，太皇太后，来来来来来来来，就你话多啊。 我妈呢？上厕所上那么长时间？嗯，啊，我刚出来呀。那我看看他家哈。嗯。哎，干嘛呢你？ 吃多了，我运动一下。不是你这刚吃饱就坐这个，容易盲肠炎的。妈，没事。嗯。哎，妈找你呢，你快起来吧，别坐了啊。好，我马上出去。301。赶快起来，别坐了。303。宁爷，是不是有什么烦心事啊？刚才吃饭的时候就一直不说话。没事，就是生意上遇到点小麻烦。跟我说说，什么麻烦事儿啊？都是运营上的事儿，说了你也不懂。不懂才要跟我说呀？要不是因为有你，我这个做女儿的不是也得接手公司吗？怎么，想学做生意了？ 你不是一直都说不想接触生意的吗？是不想接触，那还不是因为有你。而且爸爸现在那么信任你，我是想插手，应该也插不上吧。董事长对我的知遇之恩，我是一辈子都还不上吧。有什么还不上的？做他女婿就行了。俗话说。 一个女婿半个儿嘛，我觉得爸爸早就已经把你当儿子了。林宇，嗯，今天晚上去你家吧。董事长最近血压不好，你还是回家陪陪他吧。
能问你一件事吗？问吧。你跟那个女人真的结束了吗？你不相信啊？不是，只是信任这个东西一旦破碎了，挺难再恢复的。信不信由你，反正我已经结束了。其实想一想，夫妻之间是一种挺微妙的感觉啊。两个不认识的陌生人用一根红线牵在了一起，躺在了一个床上，结婚过日子生孩子，打得跟仇人似的。我以为这辈子可能我们俩真的成陌路了呢，没想到却又躺在了一张床上。不说这些了，就像咱妈说的，我们好好过日子，啊，孩子的爸。累了一天了，赶紧睡吧。嗯。那我走李先生，您来了。经常跟我在一起的许小姐来过吗？许小姐刚走。刚走？对，许小姐今天好像心情不太好，陈酒都喝完了，还开了一瓶新的。走的时候
还说要去一个地方。说去哪儿了吗？好像说哦，要去一个老地方。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？我总是能找到你。你总是能找到我，可我却总是找不到你。刚才我就坐在这儿，就一直在回忆我们之前的事情。大学毕业典礼那一天，突然就不见了。消失得无影无踪，我当时害怕极了。我找遍了所有我们去过的地方，那个时候我就在心里暗暗的发誓，徐晓东，你绝对不要让自己再一次沦落到这样的地步。这么多年过去了，我还是和以前一样。你尝尝，味道已经变解释的机会。你为什么不接我电话？我跟吴丽丽在一起。我要跟她说清楚，才能来见你。所以你真的和她在一起了？你宁愿相信她，都不相信我吗？我是不敢再相信你了。我今天突然间发现，其实我离你一直都特别远，你生活的圈子我一无所知，你的工作我也一无所知，我其实一直游离在你的生活之外，我不利你才是生活在你身边的人。只要一想到你们经常能见面，我就能回忆起我大学时候最好的闺蜜抢走了我的爱人，你知道我心里是什么感受吗？小毒啊，别再这样了，行吗？我不想再这样了，我不想这样一直被你圈着走不出去。你知道吗？当我今天看见他的时候，我心里有多难受。以前我是觉得他对不起我，可是今天我却发现，好像是我对不起他，我成了第三者，我许小朵成了我自己最讨厌的那种人。你干嘛要让我变成这样，然后自己开始讨厌我自己？你跟他说了吗？我们又在一起了。
没有，对吧？以前我是在假装忽略这件事，因为我认为爱情是两个人的事情，跟其他人没有任何关系。可当今天他站在我面前的时候，我才发现这件事情假装不了，也没办法再假装了，我们必须面对。他或者我，你必须做出选择。喂，他们是在一起吗？是的，俩人在一起。我们结婚吧。我最爱的就是你，我失去什么都不能失去你。那你的事业呢？给我时间，我会处理好。是啊，你怎么老吓我呀？又没上班吧？都几点了？哎，你们单位不用那个什么打卡？我今天头疼，一会儿就过去。你怎么又来了呀？不，你这孩子怎么说话？什么叫又来了？我要是不怕你饿死，我能来吗？这是。那么神经兮兮的呀？没有。住着什么呢？哟，煮粥了自己？啊，可以呀，你长本事了。看来啊，我不担心你饿死了，可以不用管你了。不是你说的吗？说早餐早饭是一定要吃的。我现在是听你的话啊。哟呵，真听话嘿。
姐，你跟姐夫现在怎么样了？嗨，那怎么说呢？回到了原点，但是你想想，这个伤好了，疤还在，对吧？我觉得呢，还是需要时间的。其实有的时候我挺不理解你的，你干嘛非要这样？换我早把他赶出去了。那你的意思是我把他给赶出去？那我孩子怎么办呀？那孩子他爸呀。再说了，这家庭啊，他不像别的。我告诉你啊，这车都是原装的好，可何况两口子了，对不对？姐啊，前两天的复查结果怎么说的？他让我又去复查，说真的，我这心里吧老有点不安，万一我要检查出什么别的东西，你说这个不可能？怎么可能呢？医生让你去复查，咱们就去复查，什么事都没有，你把心放肚子里，有我呢，啊，有病咱就治，怕什么？哎，那天送我去医院那男的是谁呀？哎，跟你还挺般配的啊。我一个普通朋友。什么普通朋友啊？普通朋友能那么晚在一起吗？你骗谁呢？我告诉你，那天我疼的实在是顾不上了，要不然肯定问问他。你别说，长得还行，人也挺好。谁呀、啊、谁呀、啊？快说快说。真是普通朋友，姐，真的没有什么特殊的关系。真的假的呀？我告诉你啊，没有关系也能发展出关系。姐，你放心吧，我要是真有什么情况了，我跟你说。你当然得说，你得让我见见，我得帮你拔拔。哎，但我觉得那个人真的挺好，你跟人家发展发展试试啊。我一会儿还得上班呢，来，把东西放这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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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咱把包拿上。不是，钥匙拿好了，回去吧。哎，我觉得那个人挺好的，真的，你考虑考虑人家。哎，对了，吃饭啦，吃饭啦。Hello， 吃饭了。来，快坐，吃饭。哇，这么多好吃的呀！对呀、啊，哇，还有大白。去，快。那个，佩佩、倩倩，你们俩吃一个啊。那个，这个螃蟹给爸爸啊。不是你，什么意思啊？啊，那孩子吃呗。不是，我又不爱吃。来，菲菲，吃。倩倩，你说你也真是，你买螃蟹买俩。你多买几个呀？你这是怎么回事啊？不是那个卖螃蟹他不让我杀价，然后我就一生气就买俩，我下次我买三个啊。哎，你真够奇葩的。我知道为省钱买俩螃蟹，你省钱，你说你做这么大一桌子菜，那几个意思？你这是不是发了点那个给人做账的钱吗？哎呀，别说我了，你看我给你做的这个香辣花螺。尝尝尝尝尝尝，嗯，拿我自己来，好吃吧？味道还行哈。觉得你这么奇怪、是啊。前天老觉得我对你凶巴巴的，我就想。有温柔点，以后对你温柔以待。哎，孩子们，我要给爸爸念诗了。曾经有一份真诚的感情摆在我面前，我没有珍惜，直到失去，我才后悔莫及。人世间最痛苦的事情莫过于此。如果上天再给我一次机会，我想对你说，老公，我爱你，撒拉嘿呦。如果在这份爱上加上一个期限，我希望一万年。吃吧。
哎，我想说啊，嗯，你能不能还像以前一样？你这突然这样，我不太习惯。哦，没事，你不习惯我就慢慢的改。老公，以后你想吃什么喝什么呢？你想去哪玩呢？你就提前告诉我，然后我把时间给你安排出来。而且我以前不是给三家公司做小账吗？我现在就想做两家，这样我就有大把的时间可以陪你。你要想去哪玩，我就陪你去玩，陪你喝咖啡，陪你看电影，陪你逛街。别，我不需要三陪。怎么是三陪呢？哎，老公，那个小房间，我打算给你弄成一个书房，好不好？你弄书房干什么？我不需要啊。我今天去看那个书桌了，真的特别好看，颜色你一定喜欢，是欧式的，而且不是打折的。赶紧吃饭吧，我看你嘴都累了，再说下去该抽筋了。我跟你讲，我现在都快疯了。你嫂子，那成天做一些连康接缝的时候都没做的怪事儿。怪事儿啊？你老夫老妻还整这业务？什么怪事儿？你跟我说说。我跟你说啊，怪事不能整太多了。你看你最近黑眼圈。我给你加一打烤生蚝怎么的？哎，这哪跟哪儿啊？跟生蚝有什么关系？我是说你嫂子现在啊，突然变得特别温柔，弄得我有些不习惯，跟换了个人似的。说什么以后会多关心我，每天烧一桌子菜等我回家，还要给我弄个书房，还给我作诗一首。哎呀，我都害怕了，你知道吧？哎，那是有点反常。对呀，不公平，太不公平。啊，你说你一个男人在外面花完以后，老婆回家还这么对你，要是你妹能有我大嫂一半的好，我把她捧上天，知道吗？捧上天，上天。哎呀，我跟你说正经的呢，我现在有点害怕回家了，我也不太好意思回家。你说要不我干脆跟你嫂挑明了得了？那不行啊。那怎么不行啊？那不等于自己打自己大嘴巴子吗？那之前的不功夫都白费了，那我怎么办呀？本来这件事情就特别对不起你嫂，哼，你知道吗？我心里就有点愧疚，我估计不去。那现在再这样做，那不等于是骗他吗？那不就是背后捅了一刀吗？又那么狠呢？那就是啊，你为什么背后捅人一刀啊？那明摆着的吗？是。是意思是这个意思，咱话不能这么说，你知道吗？那怎么说呀？我给你分析啊，目前最关键的是什么？时机。你啊，把握好时机。他呀，无限对你好，你就接受啊，你接受，然后再无限对他好。等时机一成熟，你就求他嘛，对吧？万一他又一高兴放你一马，就像你说的，哎，彼此寻找幸福，不挺好的吗？是不是啊？你，我是不是太坏了？是。哟，嫂子。哟，呵，你这太贤惠了。不天天都这样吗？不是你这，哎，啊，你干嘛去了？这几点了你才出门？我这刚才合同没带。不是你这是什么呀？中药啊？生病了？不是，林朗他这两天消化不好，我怀疑他胃病又犯了，我把以前那方子给翻出来了，给他调理调理。好，行，嫂子，你呀，别对他太好了，小心他背后捅你呢。不是，你说这话什么意思啊？这，哎，就。他一个犯错的男人对他那么好干嘛呀？你看我都没犯错，他们怎么收拾我的呀？我跟你说，你就是他这种人，你就得揪过来一天就啪打他八遍，就他那可气那样，我告诉你，一天打他八遍都到不了天黑。我告诉你，他不还有他爸吗？你说我不管他谁管他？你管他？哎，对，但是啊，他是他，你是你，是吧？这样日子才过得才舒服。你说你把心都掏给他了，回头他再捅你一刀，你当时你的心情。
不是存宝，你这什么意思？你这话里有话，什么叫捅我一刀？他怎么老捅我？没，我的意思是说啊，你想啊，就原来那不就算捅你一刀吗？是吧？完了以后你想，他应该不会再捅第二刀啊。反正那个我迟到了，我先走了，嫂子啊，不跟你说了。哎，你熬药去吧啊。最近大家加班辛苦了，一会儿我请大家日料。好。哎，白总，我今天家里有点事儿，我就不去了。平常你们老说我抠，今儿个我大方一回，你还不珍惜机会啊？我不是为您钱包着想吗？那我还得谢谢你了。早点休息啊，不许熬夜。拜拜，走吧。你们不是已经和好了吗？你不是天天都回你老婆家住吗？我回家干什么你不知道吗？我不就是为了哄她把房产证交出来给你买房子吗？我什么都听你的，什么都按你的要求做，你还要怎么样啊？啊，我到底怎么做你才能相信我呢？可是做了这么长时间，你有什么成果？已经一个星期了。这件事情它需要时间，不可能那么快的。我跟你讲啊，别看他平常傻乎乎，心眼多着呢。这段我就在家上天入地，翻箱倒柜的找，没找着。哎，行，别说了。谁呀？啊，周姐，是我先生。再见。是啊，你是不着急，大不了回你老婆那儿呗。我呢，你不在的这一个星期里，我每天晚上都在做噩梦。我梦到有一天你来找我了，你对我说，你还是决定回归家庭，你还是爱你老婆，吓得我立马就醒了。我现在也不年轻了，等再过几年我老了，我嫁给谁去啊？我又没钱，又没什么特长，到时候谁养我？谁养我的孩子呀？那你什么意思呀？你是准备跟那老头了？对啊，他有钱，条件也不错，孩子也都大了。什么条件也不错啊？珊珊，我们不扯这些啊。你看，今天老板请我吃饭，我都没去，为什么呢？我就是为了见你，就是为了给你买你最爱吃的这些菜。你再相信我一次，行不行？我真的很想相信你，可是你没有办法让我再去相信你。迄今为止，你做的事情没有一件事顺了我的意的，真的。咱俩别扯了，我求求你了，咱俩真的不要再扯下去了，你走吧。珊珊，你走吧，真的。
喂。喂。他们俩在一起吗？